王若琳即将推出的全新创作专辑《银河的危机》，午夜最诡异的转播，轻快明亮，混合卡通及电玩元素，首播主打 UME MV 融合电玩画面和60年代复古真人秀。MV 的电玩疯子面世后更是引发热议。王若琳坦言，小时候最爱打游戏机，尤其深受神奇宝贝影响，所以才在这首歌中加入了这些有想象力的声音元素。就加一些就是 Game Boy 的神奇宝贝这样游戏里面的元素，因为其实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一系列的游戏。那我觉得里面我最喜欢的音乐之一，就是声音之一，是骑一个神奇宝贝去渡海，那时候那样子的音乐，我觉得那个带出很多画面，这样子充满了一个很多很多画面跟想象力的声音。UME 从创作、制作、编曲、MV 拍摄都由王若琳一手包办。早在创作之初，王若琳就将歌曲风格定位为60年代复古风，整支 MV 的拍摄也极具60年代味道。UME 这首歌其实我那时候写的时候是很想要做成，就是60年代那时候很多所谓的 Samba Pop 或是 Bossa Nova Pop 那样子，就是歌词其实就是讲。没有太多的复杂的，也没有什么深度，也没有内容，他就是讲爱情很开心很快乐，然后一切都叭叭叭叭这种感觉的音乐。